早上起来色子就变成了这样，但是如果我转过头去，你好，我的声音就好像正常了一点，但是等我转过来以后，我又变成了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当我转过去以后好像又好了，到底什么原因啊？然后我慢慢的再转过来又变成了这样。5月24日，中国大陆上海一名女子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的声音变沙哑。不过，当她左右转动头部说话时，声音竟然又恢复正常。医生推测，女子声音沙哑的原因可能是喉返神经或环勺关节出问题，导致一侧声带内收不良。所以，当她脖子转动到一定角度时，受影响的声带被推移，改善声门的闭合，进而改善音质。过几天后，女子的声音已基本恢复正常。多玩一玩，我就是偷偷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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